哥，可以开始了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主人的八卦藏不住。来吧，知道多少说多少吧。我主人是小鲜肉，岁月如是他依旧，千年不老又六六，同源永驻为何留？世人一生闭锁，千年不老，少年不包养，老大他这是在说我吗？老大，小礼物，走一个直播，主播刷起来！现在就告诉你，我家主人千年不老的秘密就是。哥，我觉得这是个猛料。走开，我不会出卖我主人的。哎呦！哥，我们还没问他呢。狗粮以冰箱为重点，向四周喷射。撒得如此炉火纯青，一定是受其主人常年秀恩爱的影响。冷冷的狗粮在脸上胡乱的拍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的爱？哼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家主人有什么秘密。不知道是吧？没关系，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哼。OK， 明白。哥，搞定了 ！Surprise！ 通过刚才的环节，我们觉得大家非常的有料，所以呢，诚恳的邀请各位参加我们的节目。拜托了，冰箱，来称一下体重吗？不要！